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变装哪些事。今天我请到了莎莎姐姐。哎，莎莎姐姐您好，你你是从好，小喜欢变装呢，还是有这种业余的时候变一下，满足一下自己的心理呢？我是从小吧就喜欢变装，长大以后也就是15、6、7岁左右，心里好像就是住了一个女人的心。然后现在有，我现在年龄是27、8岁吧，总感觉想挣点钱，然后我做变性手术，这是真的。原来是这样子的，那就早日祝福您实现您的愿望吧。谢谢。